好吧，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新疆维吾尔的这个问题呢？镇压很严重，而且，我认识很多很中间的这些人啊，而且他跟汉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啊，你包括原来住在我家里的都是很深的感情，我们在一起，他那小孩我还起个外号叫小木子啊，就这个很可爱，但是最后他不得从我那里离开啊。就是说，你说他们现在这种情况，那么我就是把这时间交给这个。我们前阵子啊，我们这个巴黎有个居莱提的，他在这边生活了30多年了，他认为他是法国人。他说：“你也甭管把我当成什么法国人、中国人、汉人、维族人，要把我当成人，因为他是一个这个设计家，就是说珠宝设计家。结果去中国呢，他找那些设计师的朋友，在新疆啊、乌鲁木齐，大家一块聚会。”结果超过16个人嘛，正喝着正欢的时候，警察来了，说你超过7个人，你不能去问。啊，当时他说我是法国人，他有法国这一套，你们警察怎么样？那立刻就把他抓起来，啊，最后把他给遣送走了。啊，所以后来居然提了，就是到我家里呢直播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义愤，你就拿我当成人行不行？啊，前一段我们那个热比亚这个他们大妈又在这开一会嘛。我也见到有很多，我就是共产党人，我真的是用共产党啊！你就让我过就行了。现在就变成他们跟国内一点联系没有，微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在那个泰国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新疆的一个汉族人，他在这儿当时建立了一个那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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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他写一个中国宪法。现在这个小伙子我不提了，因为我要想办法把他弄过来。他现在也在逃亡途中。我一定给他弄到自由欧洲来，我不管你说我是什么，我也要给他弄过来。他现在在途中，等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会出现的。他的老婆是维族人，正经恋爱，但是正因为他在家里写了这么一个宪章啊，一个什么，然后就被抓捕了。然后最后他逃到了泰国，在那儿3-4年，老婆也见不到了，3个孩子也永远见不到了。现在他在芭提雅那边做导游。很好，那么我们先把时间给亚科、亚桑，啊，亚桑啊，他是工程师，汉语很好，阿拉伯语说的很好。去埃及，下次我们去埃及开会可以讲啊，现在认识可以啊，坐这儿，在15分钟之内啊，很高兴各位能够在这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所遭遇的经历。首先，我想利用这个平台对我父母的所遭受的破坏，想做个陈词。您是近代的。首先，我在这里对我父母的破坏，在这里利用这个平台，我想做个陈词。因为自从全国这个恶魔书记担任新疆的总书记以来。我已经1年半了，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们的生与死。到目前为止，我现在给大家展示，这是我父亲，没见过他已经1年半了，也没听过他的声音。如果在座的各位，能够通过反思一下我的感受，你们能够理解。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失去自己的父母，对不对？但是我们所遭遇的经历远不止于你们想象，我们的非常残酷。我想先就是练这个平台做个陈词，这是我父亲，名叫亚松巴子，他是在国内是个医生，已经是干了30多年的。医师工作已经退休了，但是在2017年以后，2014年以后，我就再次听过他们的声音。这是我的父亲，已经60多岁了。这是我的母亲，古丽三妹妹。我的父亲和母亲曾经在我在埃及时候来过2次来看望我。如果这个很正常，
儿子在国外，父母去国外去看望自己的儿子有什么错呢？大家想想，有什么错呢？很正常的大伙儿呀。讲一下人家的情况。但是在共产党里那就错误了。我听说是给我父母的绑架的，给扣的帽子，说是去了海外，思想被污染，被伊斯兰的思想给污染了。需要去什么比丘尼去学习班去洗脑，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么多。我是我没见过他们已经一年半了，不知道他们是因此认识我的母亲。这是我妻子的母亲，你说的岳母。我的家庭和我妻子的家庭都在我们的，就说的是我们的东学斯坦，也就是共产党方面创造的代名词新疆，已经一年半了，不知道他的消息。他们有严重的糖尿病，已经是无法自力更生的这个程度，共产党的恶魔也没放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消息，根本就没有。这是我老婆的母亲，阿瓦汉。这是我妻子的父母，两个人的。同样，我的岳父曾经是共产党的党员，一生下来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反共的活动或者什么言辞，从来都没有做过。但是经过去年风暴以后，也无缘无故消失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感受一下。通过在我的角度去反思一下我们的同胞所遭遇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也听不到的声音。这是我妻子的妹妹的一家人，这是他们一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他们一家人是2016年5月份来过埃及旅游，待了25天，就用25天回去了，就是为了旅游，纯粹就是为了旅游，回去就消失，关押在学习班集中营，之后就不是去向了。妻子和丈夫不知道去向，但是肯定已经被判刑或者被抓了。小孩在哪不知道，也许在我们相关的亲戚帮忙照看着，或者被送去孤儿院，在父母的存在的情况下被送到孤儿院了，也就是自动变成孤儿。有谁能够想象得到为什么我们这是做的什么？我始终在给我的劲。这是我妻子的弟弟，曾经也来过埃及来看望我们，当也一样同样遭遇，不是学校失踪了。他也是成家立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目前的状况，1年半了，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他们的生与死。我在最后，根据我自己的总结和别人的说法，我父母和我妻子的家人所遭遇的一切，好像是归结于我的身上，说是我在海外，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的原因，而且他们去过伊斯兰国家，所以必须要抓起来，说什么搞的思想改造运动什么的。哎，他们旅游又怎么了？难道你们在座的各位同胞，
出去旅游，然后又回来很正常的事情，再也正常不过的，因为是他们合法给我的颁发的护照，对不对？既然他们承认了我们所持有的护照，允许我们出去旅游，可是我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变成非法的，说我们是我们思想污染了，无法想象，很不符合逻辑思维。当然，在共产党面前说你给他们讲道理，他给你讲政治；你给他讲政治，他给你讲讲什么？法律也不知道，法律讲法律，给他们讲法律，他给我们讲形式，反正跟他们是说不开的。好的，这是我父母所遭遇的目前的遭遇，希望各位民主人士和相关媒体能够给予一定关注。我不希望我父母能够消失。我接你一句，就您这个遭遇，一个是共产党的原因，还有一个你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埃及他们都不出头，你们阿拉伯国家啊，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出来支持你。等我把话说完，我来法国已经3个月了，对，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埃及，我在埃及生活了12年。我是2006年大学在国内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的，出于我自己的专业原因，我最后选择了出国，因为我在国内受到各种的歧视、压迫与侮辱，我不想在国内生活了，因为各种形式方面，国内对我们所在非常少数民族，就是维吾尔族学阿拉伯语在国内找工作已经不可能的状况。那是2006年那个时候的新疆本地的政策，也是不允许有任何学校开设阿拉伯语课程的，是已经不允许的状况了。在内地我也找不到工作，到时候受了歧视，所以我就一口气就出国了，就选择在埃及生活。我在埃及很容易找到的工作，属于找到我自己的人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什么参加什么反华组织、反共，说什么到跑到大使馆能够去游行啊。乱七八糟，任何事情没有做过，就像在海外的99%的汉人，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在海外拼搏打拼。像你们在座的各位一样，去参加民主运动，去致力于推翻共产党的汉人，在整个海外汉人的数量中，只能占1%，连1%都不到吧？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汉人绝对不是像你们在座的要致力推翻共产党，没有，在埃及，在整个非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都有汉人的身影，都有海外华人的身影，他们都一心想就是养家糊口，安心过日子。我也一样，我从来没说过不做不说不闻不问任何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情，我没有想过。我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我只想着安心的工作养家糊口，给我的家人带来幸福。我就想着，这是我致力我生活的原则。我从来没想过那么多，难道我这些要求也算多余吗？也算过分吗？不过分吗？不过分。但是这么一点要求，中国共产党没有给我，我没有拿过中国共产党一针一线在海外。没有，我没有吃过共产党任何一分钱的福利，没有。我从2006年开始，我就抛弃中国，我就一直住在海外生活。我不想过过什么日子，没有过过，我就想为了我的家人好过日子，就是好好的过日子。这么一个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给我，为什么？从2017年，自从陈全国担任新疆的书记以后，我们在埃及的维吾尔人的遭遇也就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埃及之前有个我上下，4000到5000个维吾尔人，对，4000到5000个维吾尔人。为什么维吾尔人喜欢去埃及？因为埃及有个全世界最知名的伊斯兰学府叫埃塞尔大学，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温和性的伊斯兰学府，绝对不是什么恐怖分子的温床，什么极端分子温床，没有，而是全世界公认最大的伊斯兰学府。维吾尔人也对于小学宗教和阿拉伯语的都喜欢来埃及，
哎，声噪，那很正常啊，对不对？可是共产党就不愿意了，就看不惯了。自从2017年的2016年10月份郑经上来以后，首先他真的就是挺全面收缴护照，这是之前我想各位都知道。开始首先开始了全面的收缴护照，2016年10月份，到了2017年4月份，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派遣了很多的教育部在内的很多个官员跑到埃及来，通过说好话软话来劝服在埃及的留儿能够主动回去，说不要让他们在埃及继续学习或者学习什么宗教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话，让他劝服他们回去。很多学生说是很多学生迫于他们压力回去了，对，回去了，回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了。没有回去的学生呢继续没有选择回去，因为他们不相信啊，不相信啊。2017年7月份开始，中国政府跟埃及政府全面合作，公开围剿了在埃及的圣维尔人，公开围剿了，整个把开罗纳尔赛城七区维吾尔社区包围起来，大街小巷，餐厅，甚至闯入维吾尔人的家庭，强行带走了所谓的维吾尔男人，幸运的都逃跑了。在发生公开抓捕之前，很多维吾尔人闻风听到消息都跑了，没有跑了也没跑来得，因为不相信，因为我们在埃及合法，我们只有合法居住，我们什么都合法，符合埃及的法律，不可能，也不相信说中国政府会派警察来抓我们，我们犯什么法呢？我们什么法都没有，那不可能的。其实我们算错算盘了，其实真正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无辜学生被抓走了，抓走的200多，抓走的人有200多。当时在媒体报道说都是学生，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学生，可能都是为了自力更生，在那边做个小生意，就这么简单。但是都抓完了，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学生都该逃跑了，逃跑了，怎么逃跑？只能去机场，从机场离开，而且机场也有中国的特务在里面等待他们落网。不分青红皂白，任何一个只要是护照上写着新疆这个字都要抓。他们想离开这个国家去机场也被抓了，也被抓住了。为什么不知道？说是你们政府原因。我当时看新闻说的都抓了。到目前为止，现在只剩下50多个人，从5000个人下降到了50多个，也是96%的都已经走了，都已经消失了。被抓的人，本来他们那个就是死，只有死了。我也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幸运的一个，我们在恐惧与逃亡中度过了一年，带走了老婆孩子，度过了一年。我就是在一年中苦苦的挣扎，能够看到共产党能够改变他们的邪恶政策来缓解对我们的压力，对我们的极端政策能够改变。其实我也是算得算不算盘了，苦苦在挣扎与恐惧彷徨中等待一年，没有看到我们家乡的其实任何的好转。眼看我的护照快过期了，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停止了对维吾尔的护照的给行权，我们两个最起码有效的护照都没有情况下，怎么在那个军阀统治的那个邪恶国度里继续生存呢？不可能的。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只能是离开。去哪不知道，哪里能容得下我们就去哪里。但是怎么走，必须要通过中国政政的签证法律手续。我在通过个众多的阿拉伯埃及朋友的帮助下，和我自己的努力下，我顺利获得了法国的签证。但是我获得签证以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我身上，不是，那就是我怎么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坐飞机那边，从哪坐飞机？可能是从，肯定是从机场。可是机场又有我的黑名单，但这个黑名单是没有谁，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知道，我通过律师也牵扯过这个事情。那个黑名单又到底有谁？我们想知道，没有人不知道，因为这是个牵涉于埃及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事情，我们找不到。我唯一的办法能够成功从机场离开，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当地的联合国难民署，让他们帮忙。因为我万一被机场抓了，没有人能，没有任何机构和人能够交涉，跟机场交涉，让我放我们走，不至于将来会中国。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联合国难民署。我去找联合国难民署，申诉我们的理由、我们的状况，让他们理解。让他们给我们做个担保，如果万一以防万一我们在机场被抓了，啊，请你们能够交涉，放我们走。我去了那里，后来没有带过家人，也成功通过面试获取他们的申请卡，也跟解释请求，没有说不要走，获得了签证，说你可以走，以防万一他如果他们拦你的话，你就把证给他们看，他们会很容易的。在其实这个情况下，很容易的把你接来回中国，他们很可能会跟我们交涉，但立马就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像那个独裁军方同志，从来都不会把联合国难民署的什么证放在眼里的，不会的。目前只留下5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支离破碎的家庭，大部分是支离破碎的家庭，没有男人。很多生下来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意味着没有父亲，一生下来就意味着没有父亲，自动成功儿了。父亲在里边直接抓走了，他们有什么罪？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罪，连不成任何法律的这一个顶角都看不到他们所牵涉的罪行，没有，什么都没有。很多支离破碎的家庭到现在也生活在恐惧当中。埃及本身对我们来说是危险，他们怎么生活不知道，他们没有居住，没有护照，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剩下还在呼吸的躯体。这是目前剩下的在埃及剩下的维吾尔人的状况，非常惨烈，什么都没有，没有经济，没有住房，没有护照，没有居住，什么。能逃的都逃完了，能走的都走完了。我也是迫不得已，放弃了我在埃及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来到了这里，意味着我在这里从头开始，从零开始，来创造属于我的一切。是共产党逼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来参与什么民运，还是什么民主反共，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共产党逼的，逼着让我走这个路，没有办法。希望以后在今后我们能够一同致力，推动民主与自由。最后想说，推翻共产党，自由民主万岁。